冷淡香唔香啦、啊？我觉得你都好中意嘅。好香喎、啊，娘子你洗衣服嘅技巧果然一绝啊！哇！喂喂喂喂喂喂！呢位姑娘好销魂下喎、啊，但系咧，你睇下佢件衫几邋遢，洗嘅都咁灰嘅。你呀、啊，正常工嚟噶，你估个个都好似我洗衫咁叻咩？冇嬲啦，你最香我、啊、知唔知啊？点解洗嘅都洗唔走啲灰色渍噶？白色嘅衣裳系我对你唔住。被夫人闹啦！我刚才洗的衣裳啊！小姐，你冇事啊嘛？小姓魏，名力。小姐，何事梨花雨下啊？嚟，擦擦眼泪先。魏公子，为何你的衣裳如此亮白柔软，仲咁香嘅？皆因小弟是用咗蓝月亮的，此为何物啊？嚟，小姐，等我带你去市集揾一揾佢。好。各位客官，嚟嚟睇，嚟嚟拣，呢度有最新推出嘅蓝月亮啊！佢喺中国洗衣液市场连续十年排名第一，又有中国 PNG 之称嘅蓝月亮，嚟啦，快啲买翻支啦，童叟无欺啊！看看，咦，莫非这个就是魏公子你所说的蓝月亮？没错了，蓝月亮准备在12月来香港上市，集资成10亿美金，高瓴资本都有份投资的。哦，上公上公，你认不认得他呀？这位就是住有4年300倍的魏力公子啊。失敬失敬。咦，魏公子，既然蓝月亮最快在12月10日挂牌，有没有什么受惠股可以推介给大家呢？当然有啦，蓝月亮和京东健康前后脚来香港 IPO， 最受惠的当然就是港交所啦。看好港交所股价短期向上的话，可以做回相关的轮证部署。咦，刚刚收到一个小道消息，听闻蓝月亮有机会延迟上市，如果大家想知道相关的情况，记住留意翻有关的报道啦。而魏力公子亦都提供咗多一个嘅认沽证俾大家参考参考。多谢收睇 Tasty Money， 记得订阅、留言同埋俾 like 噶，拜拜。啊！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